看你气的，你这是生气啊还是胖的喘啊？啊？啊，大壮，大壮一看你体积小，也不和你玩了，这个狗仗人势的坐在我腿这里。贝塔，哎呀妈，这个口水都流出来了。你不要生气了，你回家喝水吧。他也和你玩一下啊，不是真的跟你斗。啊，这是在哪儿买的？这是从那个在国外寄回来的。我老公他们那个发小那儿，在北京开了一个。哦，贝塔，贝塔，贝塔，你好，我们就和你玩一玩啊，你不要咬我呀啊，对不对呀？多少钱啊买的？哦，那是的，嗯。这个巴豆，我朋友十年前买的，都要4000多了。是吗？嗯。但是他是从那个国外运回来的，还有国际那个航空运输费。哎呦，贝塔贝塔。大壮大壮啊，你俩逗一会儿吧。运动一下啊。哎呦大壮。你们这叫大壮。嗯。他小时候可瘦了，然后我想让他长壮一点。小时候瘦不唧唧的。就是啊，赖名好养活啊。大壮啊，看你现在长了一身五花肉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你，哎呦，你也就看我拉着你，我给你松开，你不一定打得过人家的，啊？我们这个外圈应该也不能打架。嗯，其实法斗性格很温顺啊。他好像就挺爱闹。是吧啊？我朋友那个。他那个儿子叫 Chunk， 可可爱了，然后干什么都是爱答不理的，很高冷的。嗯，好像跟你这体型差不多，他是棕色的。大壮，跟你俩玩多高兴啊！玩一会儿吧。小区里面其他那种大狗，我们家大壮都打不过。有一个黑色的拉布拉多很凶哈，还有一个那个楼下的那个叫小布的那个拉布拉多，那家把它，那只是白的，那只是就是白米色的拉布拉多也很凶。然后大壮搞不赢他，气得不得了。干什么？你俩友好的玩一下嘛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贝塔，你的口水又流出来了，口水直甩。贝塔，好，回去喝水吧，贝塔，回去喝水吧啊。嗯，下次再玩吧，拜拜。拜拜，还不想走呢，依依不舍的，没有搞赢，没有分出胜负，有点心有不甘，是吧？大壮，你要不要回家喝水？壮仔，好，你再陪妈妈坐一会儿吧，好不好？嗯，坐下，坐下，大壮，坐下，坐下，哎，嗯，好，就在这儿卧。